車，而家行咗個零兩個鐘，嚟到中途站，有一個休息嘅地方，去廁所，有呢個歇腳點，幾有氣氛喎，羊皮，唔知係咪有燒烤，係可以喺度食嘅。中呢800萬人咧，以前咧有300萬人咧就移居過去法國噶、荷蘭啊呢啲。咁嗰啲巴布拉咧，呢帕帕爾咧喺摩洛哥受盡當時嘅歧視啊。咁啊，佢哋唔可以有帕帕爾人個名啦。OK， 甚至乎啦，巴布拉嘅意思拉丁文就係解野蠻的族人嘅意思啊。OK， 咁所以啦，而每一個由於佢哋嘅冇文字，但係佢哋擁有各自嗰啲鄉下話啦。佢哋每一個民族都有獨特嘅鄉下話。咁啊，唔同民族就唔同嘅鄉下話，有啲似廣東話咁樣啦。廣東話都唔係一個官腔嘅語言，係啦，其實係一啲鄉下話嚟嘅啫。咁啊，與此同時啦，冇文字又有唔同嘅鄉下話，所以啦，唔同嘅民族啊。就互相都有啲鬥爭，爭地盤啊、利益咁樣啦，唔夠齊心啊，所以啊，一直以嚟啊，呢啲咁樣嘅 blabla 咧，都成日俾外族去入侵嘅喎、哦。而呢一個咧，亦都係北非最早嘅民族，所以啦，相傳喺舊石器嘅時間，佢哋嘅祖先咧已經生活咗喺北非呢一個地方噶啦。而有記歷史上面有記載咧，就話啲帕帕爾人咧最早咧生活過喺啲咩地方咧？埃及啦、南太平洋之間咧。書仔亦都有記載，在古埃及或者古希臘，甚至乎古羅馬的時間呢，亦都有提過這些這樣的帕帕爾。現在的帕帕爾人呢，主要講的語系呢是阿拉伯話。OK， 他們相信的信仰呢都是 Islam， 伊斯蘭教。沙漠總共有三種，一種是沙質的沙漠，一種咧係石質嘅沙漠，另一種咧就係海洋嘅沙漠。沙質嘅沙漠咧，我哋下半集你會見到啲嘅。而石嘅沙漠啦，就係呢一種啦。方圓20里，水源好缺乏。OK， 同我哋明天，我哋明天都係見到石質嘅沙漠，即係我哋叫嘅中國有個沙漠叫乜鬼咧？戈壁。戈壁啊，戈壁 ，yes yes， 係啦，戈壁啦。
OK， 咁你會知道啦，好多石頭附近就冇咩農作物種到，你見到全部都係一啲嘅 palm。OK， 果樹都冇棵噶啦，已經係橄欖樹都開始頂唔住噶啦。咁而海洋嘅沙漠咧，就係講緊嗰啲南極洲、北極洲啊。OK， 呢啲咁樣嘅，而當時咧呢啲帕帕爾人啊，就係喺呢啲地方度居住咯噃。咁首先啊，點樣呢就喺兩旁啦，就揾啲唔係好硬又唔係好軟，即係半掹坑嗰啲咁樣啦嘅土地啊，咁啊掘咗個窿。即是在地面上掘了一個窿 ，OK， 咁啊作為當時啊房間嗰個中心點嘅，咁而喺兩邊啊側邊我哋就會見到佢掘咗其他側邊嘅窿，有啲攞嚟做廚房啊，有啲咧就攞嚟做倉庫啊咁樣嘅現象。佢哋由於佢係凹陷咗嘅地面咧，咁所以啦，佢會形成咗佢一個特性就係抗風沙啦。我哋已經進入咗沙漠嘅地區，好啦，咁所以啦，成日都會好容易刮起啲風沙，咁而凹陷嘅地方咧就啱啱啊，令到啲風沙就唔能夠吹向凹陷嘅地方啊嘛，所以呢一種防風沙嘅設計咧，喺當時啊帕帕爾人居住嘅地方嘅屋企咧係好常見嘅。與此同時啦，住喺洞穴有乜好處啊？我哋叫嘅冬暖夏涼啊！而家喺我哋呢個地區咧，正常沙漠落雨咧只係落一日半嘅啫，我哋就經歷咗一日啦已經。好啦，咁所以可以翻香港買六合彩啦。今時今日啦，呢個特尼西亞要保育呢啲原居民啊，嗱左手邊呢啲咪係咯 ，OK， 呢啲咁樣嘅原居民啊，咁所以啦就提供咗電俾佢啦。咁用咩嚟做電啊？汽車嗰啲電池嚟提供電。OK， 咁與此同時啦，咁代替以前點蠟燭啦，因為最早期用蠟燭，咁亦都係咁樣啦。所以你會發覺帕帕爾人咁屋企門口咧都會有口井，即係個水井，因為佢用意係收集雨水啊。真真正正咧係土著喺度，係世世代代喺呢度噶啦。呢個佢哋洞穴就喺度瞓覺噶啦。原來都中意養貓嘅。個門係好原始，就係嗰啲 palm tree 嗰啲做嘅。我喺度織緊嘢，鋪喺地下度生活，織咗啲成品喺度啦。入嚟哇，成個大天井喎，好靚喎，所以呢度就係佢嘅地方。原來呢家應該都係富户嚟咯，有咁多地方。自己做咗出嚟，呢度有一間房，有張牀，七彩喎，繽紛啊！再過嚟呢間，另外一間房，有人生活緊噶啦，製作好多碗碗碟碟，係。She's saying welcome. Welcome. 有冇呢？好，有冇呢個？有冇呢個？哦，入嚟嘅山窿入去喎，原來咁樣擠滿曬好多自己嘅工具啊！呢啲係莊稼嘢啦。出翻嚟呢個天井，好多間房嘅，原來呢度四通八達啊，四通八達。呢個另外一間啦，係擠另外一啲嘢。呢度有個位置可以休息噶啦。
Mata 嘅市中心。係啦，呢個 Mata Mata 有冇商店？睇下你 Mata 咁多，嗱，佢有冇商業嘅？呢度啊，好係因為拍咗套電影叫做《星球大戰》咋。如果唔係，冇人嚟噶呢個位置。都有傷，是學生。右手邊就是他們的學校。哦，中學。這裡是全個尼西亞最窮的地方。酒店。旅程之中經過的地方，是的，較為落後的了。由於它雨水太少了，沒什麼農作物嘛。今天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是一個山東式的，我們今天你可以帶上相機來吃飯的。